凯莉老师太可怕了，有点慌。说实话，他的大招用完了吧？应该用完了吧？连舞都跳了，黑丝都穿了。你这次要讲的完整命题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选择对的人跟他走。这么大的一个淘汰赛，可能我们那个紧张的程度会比以往更加凸显。我这次想讲《花儿与少年》，我们可以先模仿一下所有的姐姐，还有那个张翰和华晨宇。妈，这太难了。这喜晴有一些特点，别人都没有。撒娇嘛，总是总是这样，总是是吧，我不说了，好闷，饶了我吧，死了。花花最愿说的就是随意一点，随意一点，随意点，随意点，随意点。真的从来不敢看，我觉得我在里边太傻了。没有，特别可爱。我尽力的好好说就行了，因为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